大哥，我来帮你拿吧。很重的，要小费我可没有。大哥，我这不需要小费，也会为您服务的。大哥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那边火车站有很多便宜的小旅馆。没事，我就住这里。大哥，把您证件给我一下，我帮你办理入住手续，你快点请。好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大哥，你叫我婷婷就可以了。走吧，我送你去饭店。好，谢谢。你等会儿让小李把行李送上来。大哥，你有什么事就给前台打电话。好。哎，婷婷，你在这里干了多久了？六年了。六年了，你只干前台吗？哎，大哥，电梯来了，我们走吧。我先走啦，婷婷，你先早点下班啊。好，拜拜。反正明天也要辞职了，去享受一下顾客的福利。哎，小姑娘，是你啊？大哥，这么巧。你不会是这里的高管吧？哎，我在这酒店干了六年，早就做个高管了，就是有些事情没处理好，一下就被打回前台了。这样，也是得罪了领导吧？如果方便的话，可以跟我说一下吗？事情呢，是这样的。反正也是最后一天了，跟你说说也没事。我明天就要离职了，我先去收拾东西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你啊是个人才，在酒店管理方面啊很专业，以后要是我开酒店啊，一定用你。行，大哥，将来你要是开酒店，我来给你做前台。走了。那咱们一言为定。就这样走了多可惜啊，想当初你可是……好啦，那都是以前的事了，没必要了。想清楚啦，再清楚不过了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走啦。大哥，叫什么大哥？这是我们董事长。